JJ，我这个医生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在做音乐的男孩，从他很小的时候，十几岁的时候我就已经感受到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看到你那么好的成绩跟在事业上有那么棒的影响力，真的是很感动，然后也希望你在新的专辑《Sheep》当中呢，可以让更多人的感受到你音乐的能量，好好的加油，好好的继续写歌，好好的继续创作好音乐。然后带给大家正能量，期待下一次我们可以再见面一起玩音乐。好了，刚刚学到了两个新词，为艺兴爆灯，为艺兴打 call， 那祝艺兴的新专辑大卖。我是罗志祥，然后恭喜你发片了，每一天呢，常常呢，每一次呢，都听到你一直在为音乐做了很多的付出，然后三更半夜到我房间说：“哥，你听一下我的音乐，嘣嘣，是不是很酷，杠杠杠的？”这一次终于诞生了，也希望呢，这一次的新的作品呢可以大卖，然后我也希望呢，所有的朋友们呢可以好好的去欣赏一下这一次艺兴很用心的为大家所做的音乐，专辑大卖，恭喜哦，艺兴！现场朋友大家好，我是海泉，今天特别开心的要祝贺我的好兄弟艺兴发表了自己的全新的专辑，这张专辑呢可谓是投入了艺兴全部的精力，花了那么久的时间，特别值得庆祝的就是这整张专辑的词曲编曲和制作，包括甚至 MV 的创意都是由艺兴本人来完成的，我非常佩服啊！他不仅是大家眼中的这种德才兼备的偶像，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被低估的音乐人啊！未来特别希望能够让全世界都了解艺兴是多么棒的一个音乐家。那艺兴，你要加油！在这儿呢，还透露一个小小的神秘的一个事情，那就是，其实羽泉的全新的作品里面，张艺兴作为编曲人、制作人也参与其中。加油，艺兴！专辑大卖！祝艺兴的新专辑大卖！非常想听你自己的创作。Hello， 艺兴，今天是10月12号。我们不能去现场听你的音乐，看你炫酷的表演，很遗憾。恭喜你第二张专辑，现在终于见面了，和我们看了你的表演，还有你的音乐，听你的音乐，心里特别激动，很为你骄傲高兴。记得第一次现场看你的演唱会，我是从那一天才认识的你，知道你是一个特别努力而且很有才华的音乐人。还有舞蹈人，我们俩的性格里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加油，等你的第三张专辑。也谢谢今天所有在现场还有在网络面前和电视机前的所有粉丝们，谢谢你们支持我们家绵羊，谢谢大家，感谢你们。还有就是再补充两句啊，艺兴，哥哥很为你骄傲。第二张专辑，非常好看也好听，然后舞蹈跳得超级的棒。你慢慢的长大，好吗？好好的长大，别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啊，有身体才有一切。你千万要记住这五位哥哥给你的那些建议，好吗？记住，有身体有一切，加油。我是迅哥，今天我在纽约的时代广场要报给大家一个好消息，那就是艺兴的新专辑《Sheep》已经发行了。艺兴，我知道你为你的新专辑可以说是用心用心再用心，努力努力再努力。都说有才的男人最可爱，像艺兴这样又认真又有才的男人，那才是最可爱的。艺兴，我告诉你啊，今天这个所有朋友他们都在说一句话。虽然我听不懂，那他们说的什么呢？那就是艺兴，我们最爱你，最爱你的专辑《Sheep》。耶！加油，加油，加油！大家好，我是李健。跟艺兴虽然素未谋面，但是一直关注他，很欣赏他，觉得他是一个健康的、向上。很有前途的一个艺人，是一个多级的艺人。我在一些其他的视频上看过他弹琴，
也是一个很有天赋的歌手。在这里祝他的2017事业版图发布会顺利，新唱片大卖，谢谢。大家好，我是陈奂仁。艺兴，你的新专辑是发布了，要继续努力，加油！我们大家都在支持你。Hello， 大家好，我是华晨宇。祝张艺兴新专辑大卖，也祝艺兴的事业版图发布会圆满成功。然后这两年我们两个人也交流了不少音乐，然后看着你的音乐越来越好，我也特别的开心，然后也给了我自己很多的动力，然后。我们一起努力努力再努力，一起加油，加油，加油！祝艺兴同学新专辑大卖，努力付出会有回报，加油！希望我们的艺兴整个的事业越来越好，然后音乐越来越棒，戏也演得越来越多，可以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最优秀的艺术家，恭贺艺兴的事业版图发布会圆满成功！谢谢。